严宽、严正两兄弟正在逃往北滇的途中，这三个郡是通往北滇的必经之路。你们要加派人手，严加盘查，将这三个郡变成铜墙铁壁。是。注意啊，他们两兄弟会易容术，手法高超，真假难辨。但有一个破绽：如果发现稍有可疑之人，就要将他们抓起来，将蜡烛贴近他们的脸，他的人皮面具就会融化。是，知道了。 去吧。是。郎大哥，明日一早随我去那三个郡，此行务必要将严氏兄弟擒获，绝对不能让他们回到长公主身边。你我都知道，他们一旦回去，必然会让长公主再起事。如今大梁天灾刚过，百姓困乏，土地贫瘠，绝对不能再起战事了。你说的对。 元帅，从北秀山回来的路上，我等遇上了严正，上前几次交战，对方不但不战，反而积极逃走。我们的马匹受伤，实在是追不上他。不过末将看到，对方那匹马上竟然坐着宁贵妃，他们是故意让你们看见的吧？应该不会。本打算从南秀山过来，我们中途改变了计划，对方不可能知道。严宽、严正向来狡诈，宁之失踪。 皇上并没有理由秘而不宣，即便真的秘而不宣，太后留在宁芝身边的内应也会及时告诉我。确实，皇后知道我在这里，如果有这样的事，她也会立刻派人通知我。严氏兄弟惯用的伎俩，很有可能宫里那个宁芝是假冒的。郎大哥，我需要你回宫一次，帮我去查证一下。好，我马上回宫。字真是越来越好了。是啊，康儿的确是众多皇子中最上进的一个。参见贵妃娘娘，参见皇后娘娘。朗坤，你不是跟着魏广一块去抓严宽、严正了吗？怎么回来了？先别问。这两天，皇宫有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？没有啊。那这两天？ 有没有常常见到贵妃娘娘？怎么了？有没有发觉她跟平常不一样，或者是有什么异样？没有。皇上驾到！康儿，降服皇了没有？父皇过来看你。拜见父皇。哼，今天的几个字写得非常好。 能见到宁芝，见到了，没觉得他有什么不对劲。皇后娘娘这两天常常见到他，也没觉得他有什么异样。放心吧，严正手上那个是假的，宁贵妃还好端端的在宫里面。说，报告魏大元帅，我们发现严正带着贵妃娘娘去了山丘中间一个农舍，他们大概15-6个人，宁贵妃受虐不堪。 一边走一边被鞭打，晕了之后又被凉水浇醒，拖起来继续走。郎大哥，我们的大军就在山脚下，你让他们将这两个山头团团围住，但是千万别轻举妄动。也许宁芝真在他们手上。我去找宁芝。魏广，这事交我去做吧。你见了宁贵妃。
情急心切，官宣则乱。撤！喂！报告严大人，魏广人马已经集结在山下，而且把两座山团团包围，没有看到魏广，也没有看到冷坤。 依我看，魏广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照我先前定的蛛网战术，只要他踏入范围之内，你们就立刻放箭，去吧。是。哎，你干什么的？没事，就是想找你算算旧账。我们生死相斗了这么久，都斗出感情来了，来。 把这碗先喝了，喝完了，我们再斗。 都把弓箭放下，否则我就割断他的喉咙。董天照，我主赛政，若是他不放了我，你们就将宁贵妃乱箭射死。魏广，你不要管我，割断那个畜生的喉咙。三，魏广，最后一口气我要告诉你，皇上他不是好东西，我根本不爱他。二，我宁之一生爱的人只有你魏广一个，下辈子我一定会去找你。呀！ 是长公主的贴身侍女。你这个人真是狡猾，反过来利用严正对你设下的陷阱。严正认为他的易容术天衣无缝，岂知出生便露馅。 他期待我会为了宁之分神，我就满足他的要求。老实说，我真是担心你见了那以假乱真的宁贵妃，会一时心软。当日严正对我所做的事，真是让我恨之入骨。我多想亲手宰了那个畜生。大好的机会，让你抢了风头。不过。 我倒是要对你说一声，谢谢，周大人。
你有两日没进食了，这些美味佳肴供你享用。 宁妃娘娘，如果你想让我画押，为你们承担所有的罪行的话，那我劝你，还是免开金口吧。我再给你一日时间考虑，一日之后，我就不客气了。用不着一日，现在就可以给我动刑。如果不动手，那我就回大牢了。你。 禀皇上，敏妃娘娘那边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娘娘在送粮去北淮的路上遇上了山贼，运粮的官兵全部被杀，粮食全被抢走了。真想知道，敏妃怎么样了？幸好娘娘平安无事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前两次运粮。 臣妾已无大碍，刚才听到丞相所说，不知道没了粮食，那些灾民可怎么办啊？范灵儿，宁贵妃，行礼。你身体可痊愈了吗？都怪我，这些日子忙着赈灾，没来得及向您问安。我应该恭喜你封妃，这也是你一直想要的吧？宁贵妃，您这是在怪我是吗？ 这些都是皇上拿的主意，我也没有选择的余地。我们这些人的命运是由不得自己的呀。能成为妃子是你自己命运的安排，这些无需向我解释。我来是想问你，为什么运送灾粮会遭遇山贼？其一，灾年多有山贼，户部一般会选择稳定的路线；其二，有士兵护送。 怎么会那么轻易让山贼给抢走？如实回答。是这样的，我已经把米粮运到了粮仓，我就已经在想，用什么样的办法能把米粮以最快的速度运到北淮。但是那个周大人，他仗着自己的位高权重，为抢功劳，自己私自把米粮运到了北淮，而且还遇到了山贼。 所有的运粮官都死了，真的是好难过，死了这么多人。皇上驾到！兰陵儿，皇上。好了好了，朕都已经知道了，你回来朕就放心了。丞相已经跟朕说了，此事与你无关，都是那运粮的周贯中急功近利，万死不可泄天下。皇上。 如果臣妾早两个时辰发现，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你就不要再自责了，一路舟车劳顿，朕陪你回去歇息一下。娘娘，那我就先告退了。宁妃啊，这一路上真的是辛苦你了。 敏妃怎么这么晚，还没有睡啊？看你闷闷不乐的，还是因为那批赈灾粮的事情。算算日子，太尉最迟明天就会把粮食送到那批灾民的手里了。但是还是会有上千的人被饿死。那朕问你，是你让老天下雨造成灾害的吗？不是。那是你让周贯中做这样蠢事的吗？当然不是。好了。
那你还需要自责吗？周冠中倒是聪明，事发以后就悬梁自尽了，不然朕会让他凌迟处死。皇上，臣妾有件事情，不知道该不该说。说。这次回来，我发现宁贵妃看我的眼神，好像和从前不一样了。是你这些天。 思虑过多，想太多了。或许是吧。好。昨天朗坤回来说。 严正已经被除，现在魏广在追查严宽的下落。他的担心不无道理。严宽这个人，一日不除，我大梁一日不得安宁。娘娘是否记得周冠中大人？不记得。你再仔细想想，当日永东门大爆炸，多少无家可归的人，周冠中大人他是负责运粮发粮的。他见到这些人。 他就一边发粮一边哭，想起来了，确有其人。怎么了？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官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为什么这样一个好官会因为贪功要把粮食从月华山运送？他经验这么丰富，难道就不知道月华山有危险吗？人再好，经验再丰富，也不代表他不会犯错。 娘娘，娘娘难道不觉得这其中有隐情吗？宁芝，这不是你该管的事。况且，这件事早就已经盖棺定论了，皇上很快就会公告天下。此事和班灵儿有关，让我想到永东门的大爆炸。若要说急功近利，是班灵儿而非周大人，我会让太后留下的人去调查此事。 宁芝，你现在根本就是泥菩萨过江，你要先照顾好你自己。班灵儿这样的人，本宫见得多了，她的毒针迟早会插在你身上。该来的迟早会来，娘娘无需为我担心。倒是你，这段时间没少让后宫的人吃你的苦头啊。哼，后宫的事。 本宫自有分寸。听说你找我，有什么事吗？敏妃娘娘，奴婢的兄长在乡下得了重病，急需二十两药费。奴婢知道，娘娘不会白帮奴婢，所以，奴婢有一个天大的秘密，要告诉娘娘。你兄长得了什么病？ 萧可正，萧可正，萧可正很麻烦呀，二十两怕是不够，我给你五十两。谢娘娘，娘娘，宁贵妃毒发那日，奴婢去传御医的时候，看到屏风后站着个男人，快传御医。是。 那他有没有看见你的样子？没有，他不知道奴婢看见了他。好，小心行事，不要声张。嗯，等时机成熟的时候，我自然会用到你。是。 这些石榴是广北的特产，我特意拿来送给姐姐的。哦，还有这些百衣贝，是燕都近郊百姓送给我的，我很喜欢。妹妹，我有件事情想要问你。那真是巧了，我也有事情要跟姐姐说，那姐姐先说吧。
周大人的供词里面提到，是因为他贪功，才将米粮经由月华山运送，结果遭遇了山贼，米粮被抢，所有官员都被杀害，是不是这样？是的。可周大人，身为运粮官的最高官员，他为什么没有亲自运粮呢？姐姐，你为什么要这么问？我认识周大人，我知道他是一个为人正直的人，所以我想要问清楚。下去吧。是。是。你是不是怀疑我？我有必要怀疑你吗？是，你是没有说出口，但你的怀疑全写在脸上。姐姐觉得周大人为人正直是吧？妹妹可不敢苟同。当日她本想自己带队进山抢头功，谁知突然暴病留守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那周大人的病是心疾还是旧患？看来姐姐的确是不相信我说的话了。其实说这个周大人也没有什么意思，我倒是有一些关于姐姐的事情想说，毕竟咱们姐妹之间嘛，若因怀疑生了嫌隙，那可就不好了。不妨说来听听。姐姐毒发那日，我也在寝殿，谁知当时我太紧张姐姐了，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无意之中看见一双男人的脚站在那个屏风后面。后来呢？后来呀，我从铜镜里看见那个男人就是魏大元帅。不过姐姐你不用担心，这件事情我不打算告诉任何人，我只希望我这么信任姐姐，姐姐也不要怀疑我这个妹妹才好。班灵儿，我行事光明磊落，不惧旁人说三道四，倒是你，你心中若是无鬼，为何会拿这些流言蜚语来要挟我？是不想让我继续查周大人的案子吧？姐姐既然不领情，那妹妹只好言尽于此了。姐姐的事情我自然会保守，只是这后宫啊，耳目众多，难免会有其他的宫女看见了魏大元帅。这件事情一旦暴露，事关陛下的颜面，也关姐姐的性命。不劳你操心。那好，时候也不早了，皇上还等着我用膳呢，我就不奉陪了。臣妾参见皇上。宁贵妃，你怎么来了？皇上，臣妾听闻赈灾粮被劫一事，臣妾恳请皇上准许臣妾出宫去北淮赈济灾情。那好啊，你深得人心，你去赈灾，朕放心。多谢皇上。一路小心。臣妾告退。皇上，您真的放心让宁贵妃去赈灾？有什么不放心的呀？你有想说的，但说无妨。皇上，昨日皇后娘娘在御花园掌掴两位妃子的事，您可有耳闻？朕听说了，
朕以为他在冷宫已经磨练心性，跟以前大不相同了，没想到故态复萌了。如果这样下去，那朕迟早再把他打回冷宫里去。皇上这是误会皇后娘娘了，这次皇后娘娘并不是无理取闹，她是为了宁贵妃。如果这两位妃子将宁贵妃的秘密传扬出去的话，这不仅会牵连了宁贵妃，还会让皇上蒙羞的。什么秘密？敏妃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你没告诉朕，快快说来。臣妾该死。你到底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朕？宁贵妃毒发那一日，臣妾在她的寝殿看见了魏大元帅站在屏风后面。你为什么当时不告诉朕呢？臣妾害怕皇上一怒之下就伤害了宁贵妃，臣妾并非有意而为之。你真是让朕失望。臣妾该死。宁贵妃对臣妾有恩，臣妾不忍心见她身败名裂。臣妾知道此事之后坐立不安，觉得自己愧对了皇上，这几日是日日不得安宁。魏光，你欺人太甚，朕不怕你碎尸万段，仇之君。皇上，您千万不要轻举妄动，您就是再生气也不能伤害了自己的身体。臣妾实在是害怕魏大元帅和叶凝之，他们的名誉颇高，当时只有臣妾一人看见，无凭无据之下。朕知道，现在朕应该要忍，在没有证据的时候朕就要按兵不动，只要有了证据，那朕就昭告天下，他们仰慕已久的宁贵妃和魏大元帅实则是不堪的小人。谢谢，真的，谢谢。吃一口啊！谢谢。魏广，谢谢啊。啊，你来。谢谢。哎，怎么这么快就来了？下一个。我还以为要等到明早呢。你的。是他们说，看这天气，雨会越下越大，所以我们就快马加鞭的赶过来了。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雨。你来多久了？三日，收到你的消息，我就立刻赶过来。用过晚膳了吗？还没有。那一起吧。魏广，再请怎么样？饿死近几千人，好在丞相及时将粮食送了过来，不然还会有三千多人死亡。你对周大人的事情怎么看？我和你的想法一样，这其中一定有隐情。周大人下葬了吗？这里的官员将他的尸体和几个饿死的灾民一起葬在乱葬岗里。这附近有很多房屋倒塌，这里的灾民都是从那里来的。启禀皇上，宁贵妃昨晚已经安全抵达北淮。那边情势如何了？灾情尚未平息。另外，你说。魏大元帅也带人去了那里，和宁贵妃一起赈灾。下去吧。是。事关重大，我不敢告诉任何人，只敢告诉娘娘。
娘娘是这后宫之主，与宁贵妃又情同姐妹，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帮宁贵妃。如果这件事情传扬出去，宁贵妃会惹祸上身，只有娘娘能帮助她了。本宫怎么帮？若是宁贵妃真的干了那样的事，那后果自然由她自己承担。看见朗坤了吗？皇后娘娘，臣在此。朗坤，你先退下吧。是。朗坤，你赶紧去北淮，告诉宁芝和魏广，千万不要一起赈灾，免得落下口实。发生什么事了？班灵儿看到宁芝毒发那日，魏广就在。我猜这事儿他一定会告诉皇上。可是皇上为何到现在没动静？应该是想要等他们露出马脚吧。所以你赶紧把这事儿告诉他们。臣马上派人去北淮。别派人了，你亲自去。此事非同小可，不可以被别人知道。可是这几日娘娘脉象不对，臣要留在娘娘身边继续诊脉。来不及了。你放心，本宫会按时吃药的，我会照顾好自己，你赶紧去吧。娘娘切记，一定要心平气和，不可忽喜忽悲。臣很快就会回来。贵妃娘娘，魏大元帅，此人就是当日为周大人诊治的张大夫。草民拜见贵妃娘娘，魏大元帅。在宫外无需多礼，请起吧。谢娘娘。张大夫，当日为周大人诊断，他的病情究竟如何？周大人本就患有不治之症，早就知道命不久矣，只是当时恐惧即将获罪，所以才报。启禀大元帅，丹阳山大滑坡掩埋了整个村庄，各处都在抢救灾民，我们实在无法抽调人手前往丹阳山。宁贵妃，看来我必须亲自过去救人了。我跟你一起去吧。将这两个人抓起来。是。魏大元帅，这是为何？将此人和张大夫分开审问，周大人死前三天的详细情况，对比口供。是。就在这儿审吧，这个张大夫要尽快审问，不要太难为他，还要让他多给灾民配些药。是。带走。走。贵妃娘娘，魏大元帅。贵妃娘娘，魏大元帅。魏大元帅，卑职冤枉啊！朗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皇后娘娘叫我来提醒你二人，尽早分道扬镳。大元帅回北殿，贵妃娘娘尽快回宫。朗大哥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宁贵妃毒发当日，班灵儿在寝殿中发现了你，她已经告诉了皇后。现在皇上也一定知道了此事，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知道，之前他拿此事威胁过我，让我不要再管周大人之死。那你还不快走？可我必须调查清楚周大人真正的死因。魏大元帅这边也是名正言顺，丹阳山滑坡掩盖了整个村庄，死伤无数，当地官员需要军队的支持，魏大元帅有调动的权利。只怕皇上猜忌起来，你们说不清楚，再由敏妃挑唆。皇上的猜忌也不是这一两天了，不然我怎么会遭到严宽的毒手呢？周大人之死，班灵儿是脱不了关系的，他越是教唆皇上，越是证明他很有可能就是真正的凶手，我们必须先发制人。我赞成宁贵妃的说法。好吧。朗大哥，你是大夫，跟我们一起去救人吧。好了好了，
我就舍命陪君子。来，赶紧把药给他服下。好。我先走一步，你们记得皇后娘娘的忠告，一定要小心，不可落人口实。放心吧，郎大哥，我们会小心的。郎大哥，骑我的马。好，那我不客气了。嗯，郎大哥，如果皇后娘娘的病没有什么大碍的话，你就快点回来吧，我们这里缺大夫。我会回来的。魏大元帅，我们再去丹阳山的小村庄看一下吧。我总觉得还有人被埋在山石之下。好，我们去看看。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不是说昨天回来吗？怎么现在才到？北淮那边又闹塌方，我就留下来帮忙，一直到昨日黄昏，才启程回京。那岂不是一宿没睡？魏广借了他的快马给臣，臣很快就回到燕都了。这来回折腾，真是苦了你了。也不知道天灾什么时候才会停下。班里儿的事告诉宁芝了吗？他们有何打算？本来想去劝他们，结果反被他们劝去救援。宁贵妃似乎早有准备。她现在的确是分不了心来管这些事儿。也罢，后宫的明争暗斗、尔虞我诈、争风吃醋、害人的事，通通交给本宫，让宁芝好好救人吧。娘娘也一样在救人。你就知道宽慰我。你医术这么高明，那边正好需要人手，要不然你还是赶紧过去帮他们吧。娘娘身体可好？肯定没大碍的。我听你的话，日日都去散步，也按时吃药，应该是无大碍了。那就好。臣再给娘娘开个新药方，然后再赶回北淮。保重。参见皇上。当时奴婢看见屏风后有一双男人的脚，奴婢大惊失色，以为有外人闯入，可那脚的主人似乎并不担心，十分镇定。那你也看见了？是，奴婢通过铜镜看到魏大元帅就站在屏风后面。都听到了，都下去吧。是。这是后宫的家丑，家丑不可外扬。但此事牵扯到战功赫赫的魏大元帅。魏广为大梁立下战功不假，但他果真做出此等欺君之事，便是我大梁第一佞臣，朝中也绝容不下此等
忤逆之人。皇上，老臣明白皇上的心痛，定会按照皇上的旨意去做，让文武百官对此事缄默。丞相所言极是，明日魏广和叶凝之就会返回，我会带着文武百官前去祭天，一切行动听朕指使。老大哥，你留在这儿，我们先走了。行了，我尽力而为，你们小心。爱卿，近半年来我朝上下灾情连连，百姓受苦受难，如今灾情渐渐平息，朕欲去太庙祭天，祈求上苍仁慈，助我大梁再无天灾，亦无人祸。皇上，皇上要去祭天，理应由臣妾陪同。若是臣妾不去，岂不是有钱无坤，是要惹天下人笑话的？皇后失德，就不怕扰了天地神明吗？说得好，陪同皇上的侧妃名不顺，且残害生命，犯下滔天大罪。若是这样的人都去祭天，岂不是惹得神灵众怒吗？万千烛火中飘逸，你曾是这里最平凡的流萤，靠近我将时间凝聚，心波光粼粼，像一场像一场梦境。这光找寻一个遥远的身影，拥挤的山场竟然如此安心，我多想放下身和命，陪你细看人世情，陪你等，陪你等。仿佛黑夜里泪水的结晶。